姐姐很热情，然后姐姐收钱收最少了，都不用的就好，500块，500元就好，切一个嘞，就500元切。阿妈芒果有那个榴莲的味道，哦，真的，哦，大家好，我是韩国导游仲俊，现在我们来了，水果市场，是我们上次来过的上银市场附近的水果市场。 哎呦，要啊！哎呦，上次我们有讲过，我们有芒果的时候再来吃芒果吧。为了这个姐姐，哦，我们买了小小的礼物。对，太小小的礼物了。但是上次姐姐说她会搬家嘛，所以我们要找一找姐姐在哪里。姐姐的店名是武林水果行。哦，武林水果，武林哎，找到了，姐姐好忙哎。 我的기억못했어도있어好久不见，我有看过你们的。哦，看过了。吃水果吃到饱。就是这边。对，我知道，我有看过。吃水果吃到饱，然后老板娘就一直切，切成我的水果。就是这个姐姐。对。她脚怎么了？她在韩国受伤，她打篮球的时候。 芒果，这个就是芒果，一个大芒果呀，一个芒果呀，这个就是芒果，一个大芒果呀，是吧？这个都是芒果，这都是芒果，哦，这个是绿色的，也是芒果，黄色的也是芒果，哦，这绿色的也是芒果，品种不一样啊，品种不一样，那边那个有没有看到？那个也是芒果，种类很多，那个是洛梨，洛梨是台湾的，是台湾的东西，对，台湾现在有种，哇，맛있어，阿波嘎多，嗯，嗯。 真的来的，好甜，哦，太甜了，超甜。我们打算就是要买回去啊，就台湾的吧，台湾的，台湾。这个，我很喜欢，荔枝，嗯，芭乐，芭那个芭乐，芭乐。 啊，是啊，一起合作的哦，多么重点款呀！太少了，500，加500是。真的吗？真的。姐姐是不是骗我们？我们不知道台湾的水果物价。可以买一个送一个袋子。哎呦，谢谢。哎呦，谢谢。姐姐，那我们下次见喽。啊，下次见。11月再来。11月。哦，冬天。啊，感谢。
谢谢。哦，谢谢。然后很开心，姐姐生意很好。哦，对。然后姐姐看起来蛮健康。哦。而且今天也是很深深的感受到了台湾人的人情味。啊，이거500이해주면어떻게이거래那我们回去房间吃一下台湾的漫画。啊，这个姐姐骗我们啊，被骗了。那个姐姐说只要500台币。만약에한국이었다이거하나만일단500块야아그러네어저么多500원어치姐姐，谢谢，谢谢。이거한번먹을까아对呀、啊，我真的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什么颜色？这个是绿 色。哇，很像。어이거그냥이거치에하면되는거아니야아맞네먹는거야나아아조심와아姐姐说这个是什么芒果몰라있어나부지도롱옌芒果아롱옌芒果와아이거그芒果랑확실히맛이다르다이게제제쇼도쓰这个아마芒果아마芒果아마아귀여워아마芒果찌엔芒果네그러면은어这个我觉得这个有一点有那个榴莲的味道아진짜你不会吃榴莲吗 진짜是吧와어떻게이런향이나지오오달아그치요이点요리우렌도있다오진짜이망고랑와망고진짜맛있다下一个是哈密瓜有剩分钟的哈密瓜와오颜色是橘色的와不是绿色的와어잠깐만아그래잠깐만나먹기전에내가먼저일단얘기해볼게망고냄새나여기서뭐야망고냄새지아니아니야대박고간하特别对吧우와이게뭐지味道是哈密瓜味道但是口感呢이게무슨口感이야水梨加柿子的口感어우뜨게아삭아삭하냐짠이거진짜대박이다아이거살을이거다잘라내면어떻게해방금나눈으로욕한거맞지아세이거짜잔오아이것도진짜맛있다즈즈这么小一般的荔枝不是즈很大吗아그래没吃过吗아나는이거사실뷔페가면이걸냉동으로많이있잖아이걸도대체왜먹나했어근데이게이맛이구나진짜500원에치다봐한다치不下了갖고온거에3분의1도못먹었어 확실히대만과일이진짜맛있는거在韩国没办法吃到的水果真的很多水果的王国大家自己最喜欢的水果留言吧我是今天开始阿妈芒果紫燕芒果今天开始这个芒果叫紫燕芒果水果市场最皱皱的芒果是这个就是紫燕芒果最漂漂亮亮的红色的是中心芒果啊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这里啦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喽！안녕！我们继续玩台湾。Yes！ 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你有发现其他最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